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长。那今天呢，算是我跟这一台车子第一次出游，买到现在还没有出来玩过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卓玛来了啊，舒服，准备入园喽。现在时间是3点了哦，竟然玩2个小时。哎、欸，好像跳错时间来了呢。今天天气有点热，好吧，我原本想说下午应该还好，而且今天是不是有活动啊？好像有那种国中生，就是国二的那个萤火晚会哦，童子军是吗？那我们现在要去那个、啊、租脚踏车，因为他们不想走路。跟阿飞借那一台不错哦。问一下阿飞叫我们就好啊，我们直接坐后面。OK。说要骑脚踏车，变成骑电动车。然后我们现在时间剩下1个多小时啊，我们还买了一票玩到底的。对哦，自己选好把了哦。来，我先看你们色。哎，那谁啦？哎呦，我靠，你们太烂了吧！哪里多钱？你全烂。哎，我离最近没有射到靶上面，起码我的是插在墙上。哦，是啊。哎，哇，他偏右一点就直接命中红心的。对，我上面一点我也命中红心的。哎，我靠！这个有比那个是不是？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来，你们看谁射到靶上，谁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粘在那个靶子上面就赢了。哦，搞不完。你看那边，我们现在到要去玩碰碰船的地方，那边就是网络上都有图片的，有没有？那只马跟那个不知道是什么的。你们有没有？因为玩碰碰船就是人会是撩杆嘛。拖鞋就好了，哎，关键你们就我一个穿拖鞋。What?Nope。 来，挑战者一号，请展示你的屁股。来，挑战者二号，请展示你的屁股。来，我是三号。你不要笑，你也有了。我也有。来，我看看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就一点点而已。这里啊。哇，你有吗？跟你鸟比较远。你们看，五号。我是高尔夫球。我们那时候都去练习过的啊，这个。简单好不好？上次我第一名啊！你第一名，好好笑、哦。哎、欸，出球口啊，一个10颗啊，10颗，16颗吗？很头丢，看我一样是10颗。为什么没有硬币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第二2颗。五颗、啊。第一个比较多啊。哦，再拿篮子给我好不好？篮子吗？第一可以拿篮子给我吗？谢谢。来，我是零零。哦、他不给你了吗？哦，他多拿一个代币哦。对啊，太爽了。多拿一个代币给我，那就另外装了。对啊。啊，这可以平分啊，一人2颗啊。不，啊，一人2颗，来来来。哎、欸，他2颗给我。2颗才不要拿走了，还想拿10颗？垃圾。嘿嘿，不爱。那今天这个走马来之旅感觉如何？2个小时，还不错，还行啊，我觉得算好玩了、啊。可是有点可惜，就是这边有一点没有整体的感觉。它园区其实很大，而且它有像你们那天在查的时候，是有看到那个滑草的跟赛马那个骑马的嘛？嗯，刚刚有晃一下，好像都没看到。对啊，一票玩到底，就虽然每个只能玩一次啊，150块，我觉得其实也不错。可是那我们进来的门票在收什么意思？对呢，就像350。来一个200。对啊，主要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早点来，像那边还有养蜂场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。嗯，像那边还有什么农具、豆狗什么的。对，下一次我觉得可以来试试看住块小面。我觉得如果要来玩的话，很适合就是你早点来，然后去租那个脚踏车，就不用像我们一样骑摩托车，摩托车贵蛮多的。啊、嗯，对啊。对啊，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大家。好啊，拜拜。